皇上，臣观您面色沉重，容眉重锁，您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？您不妨说说，好让微臣们替您分忧。什么烦心事？朕在想刚才你们的惊天动地的跺脚声。啊，皇上，那既然跺脚声惹得龙颜震怒，那微臣们以后不再跺脚了，也不再乱说乱动了。不再跺脚啊？不再跺脚，把满靴子的泥巴带到奉天殿上来啊？糟践了朝房还不够，还要糟践我这大殿，这成何体统啊？是。有了，朕立刻布置下去，让宫里制衣坊做一匹牛皮软靴，在朝房呢放一个鞋柜，当朝上朝的大臣每人一格，每格一双，每逢下雨啊，你们在朝房将软靴套在钉鞋上，那不就行了吗？谢皇上体贴微臣，无微不至，周到万全呐、啊。谢皇上。好了好了，众爱卿快平身吧。谢皇上。刘爱卿，你熟知天文，你跟朕说说几天以后会有雨。启禀皇上，据微臣夜观天象，六日之内不会有雨。那就六天，朕让皇后娘娘交办下去，六日之内织好96双皮靴套。有本奏本，无本退朝。臣有本。有本速速奏来。启奏皇上，自大明开国以来啊，全国开始人口普查，自皇诏一下，兵部配合户部调派24000名军人，组成了1800余支工作小组，深入乡村田野，挨家挨户进行人口田产造册登记，现在历时3年，大致业已完成了。全国各府州县共造户籍黄册1250余万，人口6030余万人。这个户籍分民户、军户、将户、商户，这细分呢是米户、儒户、道户、马户、船户、坛户、顿户、鱼户、战户，还有什么裁缝户、铺兵户、弓箭户、泥瓦户，再有就是酒户、窖户、林户、茶户、园户、月户、盖户、蛋户。什么？等等，蛋户？何为蛋户？蛋户就是以下蛋为生计的民户啊。何人专能以下蛋为生计啊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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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皇上，这当然不是指哪个人能以下蛋为生计了。这个蛋户呢，它是指养鸡、养鸭、养鹅，以禽蛋类为生计的民户。仅以高邮县一县为例吧，光靠养鸭下蛋的民户就有3700余户。高邮咸鸭蛋远近闻名，个个都是双黄蛋，确实好吃。对对对对对，是是说的好吃啊，确实好吃。禀皇上，谁还没吃过高邮的咸鸭蛋呢？那味道真是好极了。高油高油，咸蛋多油，筷子一戳往外冒油啊。对对对。皇上，臣有一事忘了禀报。你有什么要说的？臣前几天竟然吃了一枚3黄的高油咸鸭蛋。哦，3黄鸭蛋，那咸蛋之中极品呢、啊、那你是怎么处理的？处理还能怎么处理，吃了呗。哎呀呀呀，你这个脑袋瓜子真是不开窍啊。我是说碰到这样的好事，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首先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。哎呀，皇上，你说我这张嘴，我这张馋嘴，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自己吃了呢？皇上，以后臣再遇到这种极品的东西，一定要送到御膳房，让皇上亲自享用啊。瞧你，不就是一枚鸭蛋吗？
何用如此自责呀？好了，快平身吧啊！就算是朕赐给你的，还不行吗？哎呀，臣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！言归正传，刘爱卿，你接着说。是，这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你没事刚才扯到咸鸭蛋上去了吗？说户口本的事，是你刚才自己扯到咸鸭蛋那儿去了。我，哎，师弟，你起先说的是全国人口普查、户口登记、造册。是，回皇上，全国户籍黄册1251万户，已陆续送达玄武湖小岛上黄册库，上架保存。明天啊，就该是最后一项工程了，五品以上721户官户登记造册。据微臣初步访查呀，这721户官户位居官员家庭之顶层啊，这里边大多数都是国家栋梁，其中大部分呢都是跟皇上多年以来南征北战，历经战火离乱的。安居京城以后呢，这个家庭成员变动比较大，有妻儿失散难以寻访者有之，和婚姻另择另娶遗弃妻妾者有之，瞒着正室金屋藏娇者有之，所有这些这次登记都要归入玄武湖黄册库正册。这次造册非同儿戏，各官户每户两册，正本装箱入玄武湖黄册库，副本各户保留一本，再有有关官户黄册，各户回去先告知家人，十日之内提交工单底稿。朕已令国子监派出10余名监生集中于户部大堂，用正楷誊清造册。启禀皇上，臣还有一本。说，皇上啊，对于那些常年与丈夫离散、音讯久断，甚至不知生死，更不知丈夫在大明朝已经身为高官的外省妻儿，国家应该给予提供进城寻夫寻父的方便。这个大明律规定啊，凡个人出户籍100里外者，由府县发放录引。臣请皇上下旨，凡是进城寻父寻夫者，不得阻拦。哼，这么说，过不了几天，应天城就要有一些赵五娘抱着琵琶进城寻夫了。这应该非乱套了不可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臣说这一来真是方便多了。皇上啊，是否又有赵五娘进京，臣就不敢武断了。臣只是觉得呀，对那些在家常年苦守望、孝亲养子又命苦善良的女子，国家应该把安定跟幸福还给他们。再说，这也是皇上的大恩大德呀。好，朕立即下旨，快马易到，火速送达各州府县。臣还有一请。说，皇上，臣请皇上下旨教坊司重排琵琶记，请各位文武大臣观赏。好，通知教坊司即日开排琵琶记。